最后一节，双方已经打了一分半钟多一点。队友掩护，蓝蓝掩护，传球给开。到右侧侧翼，冯面对智的防守，冯都没防进。费力三分出手，投得好，这个球进了之后，他就是九投五中。他们不断的投中三分，对于防守一方来说，不让他们远投，必须是他们目前要做到的事情。绝对的，你看他们在外线有那么多犯规，既被吹，这已经是他第二次犯规。对面的节奏，菲利克斯上篮得分。母羊队的卡梅伦·菲利克斯也是一名到中国来打球的美国球员。菲利克斯是一名很不错的得分后卫，虽然没有能够达到 NBA 球队期望的球员模板，但他在自己的能力范畴内确实做得很出色。他们给对手的这些空位三分投篮机会助推了对方的攻击波。如果你总是让对手空位三分出手，进攻会觉得很快的。已经打到第四节，比赛进行了两分半钟。这球就是没进，猛熊队反击。这波进攻一点都不用着急，这个主意其实不错，这样他们就有时间休息休息。牧羊队的球权，他们落后十一分，到了中路，智乔盖帽得手。智在防守端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拥有惊人的拼劲和能量，因此总是能够完成封盖。现在季拿球，他没什么出手空间。传球给 AI， 三分球来了，他们拿到了二次进攻的机会，行投进了。他在内线打得太凶了，顺利完成了二次进攻得分。现在温拿球，现在摇，太拼了，场进攻篮板球很厉害。刚刚收看比赛的朋友，欢迎收看，目前已经进到了第四节，比赛已经快到三分半钟 ，AI 三分球出手。回传给 G， 传球给 AI， 计时器还剩五秒，智拿球，出手了 ，G 漂亮的补篮都被球队拿下两分，智打得很有激情啊，抢进攻篮板球的时候时机判断的真好，现在是温拿球。队友掩护，而是姚面对季的防守，鱼打球，他投三分了，行摘下篮球，这些出手准备太糟糕了，这个球出手空间非常小。AI 到外线，从三分线外出手，卡梅伦·菲利克斯防得很好。传球给温，他打算试试能不能投个三分。智抢到篮球，他们离赢的比赛差的最后一点点了。没错，他们根本不用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只要保护好球，拖住时间，别让对手翻盘就行。必须要称赞一下 AI 的专注力，突破的时候他的脑子里只有得分二字。现在菲利克斯拿球，刚刚那球投进，而且裁判还吹犯规，他得到了一次罚球，取得胜利。他们打出了很出色的表现。我们红队有像魏和 AI 这样的球星，对于北京还说。
That water pressure to the front office like I asked? Coach wanted to be here. Hey, tell them, man, it's not just for me. Okay, it's for the whole team. Less time in the shower, more money in their pockets,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Coach wants to talk to you. Great, another talk. Does he want to see me, or should I just look up what he has to say in the paper tomorrow? You have all played a phenomenal season. I could not be more proud. The fans of Shanghai are vocal, they are passionate, they are energized. We have given them games befitting their enthusiasm, but they have given us notoriety. They have invited the world to take notice, and now it seems the world has taken